今天带的有两款是适合大概大班到一年级都可以玩。那注意这里，那如果我们可以越过这只小鸡的话呢？比如我翻到这张图片，我就可以越过它，然后我就可以把它羽毛拔来放在自己的屁股上，把它两根羽毛一起拔走这样子。所以它其实就算你的小鸡羽毛被拔走，它还是可以追过它这样子。那它是一个适合小学生玩的。那它翻，我现在都还没出现，但是如果有三张，你就必须拍了，然后喊我的。那这个牌就是，它是训练，对对对，它是训练小朋友的手眼协调跟图形对话。这张就不是我的。那这边也是 OK 的，这两个人是不是动物？奶奶拍的一个人，玩了没？那这个有小朋友学习，这个是最少的，那奶奶在这边，那奶奶准备。两个人那么厉害，都不是小朋友，他可以用算术，比如说三加。